一个字，帅。从7月1号起，咱们的火箭军官兵就正式启用穿着新式礼服了。新式礼服以墨绿色和卡其色为主，其中呢，墨绿色是火箭军主战装备颜色，而新加入的卡其色则象征导弹点火腾飞时喷出的烈焰。此次换装标志着中国战略导弹部队从此拥有了一套具有自身特色与使命任务相匹配的独立军种礼服。火箭军作为中国最年轻的军种，前身是1966年7月1号成立的第二炮兵，2015年12月31号第二炮兵更名火箭军。50年来，中国战略导弹部队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被誉为航母杀手的东风21D、中程反舰弹道导弹、实施中近程打击的尖兵利器东风15B等一批战略主战装备，令全球高度关注。